有练过立定跳远吗？有。是健身教练吗？对。哇！单指跳远，最好的成绩是11.94米。哦。哇！500块，挑战成功，谢谢，下次再玩，谢谢。有练过立定跳远吗？有。之前是田径的吗？国小的时候。国小的时候，那现在就是健身比较多。对。是健身教练吗？对。好，来加油哦。哇塞！哇塞！蛮接近的。好。你再多跳5公分就可以拿到1000块。好，喘一下，休久一点。哇！你好像是我们节目第一个拿到1000块的女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第一个拿到1000块的女生，以前有练过田径吗？有吗？有。是什么项目？三级跳远。三级跳远。对。那时候可以跳多少？最好的成绩是11.94米。11.94米。那立定跳远有跳过多少？国中的时候跳的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已经忘记了。因为我们专项都是练跑跳的。哦。对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哇塞，哎，你可以的，你后脚踩到一点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要站这么开吗？可以再收一点点会更好。好，对对对，来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啊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再一次啊，再给你一次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哦，哎。它高度超过超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你把它站稳。好。很想要把这个奖金给你。好。啊、哦，可惜。好，谢谢。500块，谢谢。下次再来玩，谢谢。田径的吗？嗯，不是，不是，一般生，试试看，加油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一次，把它跳好，把它跳好。加油啊，稳一个。好，500块，谢谢，谢谢，挑战成功，谢谢。不要踩线啊！不要踩线啊！哎，踩线。要示范不踩线了吗？好啊。好，好，加油，1000。摄影大哥，来哦。我要跳出黑色的垫子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在梦里可以。哇！哎，后脚跟有踩线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等一下帮我问那个外国人要不要跳。要抬高。哇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，第一次跳超过300。可惜啊。好了。